家好，今天呢，这个来了两位特别的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陈凯大哥，我为什么叫他大哥呢？这是有原因的。一位是冯泽义，是不是叫大哥还是教授？你整天在陈家斌节目里面骂我。我们是喃喃对话，而且我们的这个普通话国有春秋。哦，一个海南，一个湖南，喃喃对话。OK， 冯泽义大家都很熟悉，上了陈家斌现在很多次节目，对吧？我请他来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有关。哎，这个标题啊，刚才是陈小平哥们取的，这哥们他已经取标题没有那么狠了，现在取标题狠啊！你看把习近平带上了，其实我们最开始讨论是不是要变成亚洲的最大的赌场，其实也不是简单的说要取代澳门啊，或者是其他的赌场，而是呢，这个海南的发展，它会不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政治殖民地啊？还是一个现在印的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战争，还是怎么样？那么今天请了两位来，为什么叫陈大哥？就是我做新闻学新闻啊，你一个意义上就得到了很多大哥的指点。在30多年以前，我们陈凯大哥啊，是我要这样看的。不，我要这样看。乱说啊，因为他是这个人民日报的深圳的社长。他整天跟书记梁湘书记，跟这个周伟康常副市长嘛，对吧？还有这个周典副书记，对吧？现在梁湘书记已经这个离世了。早一段时间，我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啊，提到他，纪念他，就他海南岛的这个时候。那么梁湘书记后来呢，就去了这个海南，他本来已经退休了。两位先生都退休了，一位是周典退休了，退休以后没事干，就找我们去聊天。但是没想到他后来又重新复出，成为了新华社的澳门分社社长，实际上也就是中共在澳门的最高领导人周鼎这个先生，现在听说还健在啊。江苏人，我不知道他当了个社长是不是跟许家人先生有关系没有？有点关系、啊，好像有。我跟许先生问过他，他说有关系。他是去澳门的，一个是许家屯要他去，还有一个就是赵子阳啊，也看上了他了，就叫他去澳门当社长。对，主要这两个人。那么这个梁湘书记也退休了，那个退休当时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央对深圳的发展有很多意见啊，老人家有很多争论，元老们呢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了。那我到深圳的时候是深圳最萧条的一个时候，后来北京就派了一个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叫李浩先生来当市长，当市委这个书记。但是没有想到啊，就是李嘉诚先生的一个对许家屯先生的建议，后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新的决定，就是建立了海南这个特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在海南成为筹备组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行署吧，好像是海南行署的时候，我就去这个见了这个梁湘，当时是筹备组副组长。另外一位退休的人叫许世杰，广州市委书记，他是筹备组组长，我没见到他，因为我跟他不熟。那么当时梁湘先生就跟我讲到啊，深圳哪些干部要来。当时我还讲到了一位这个深圳的一个领导人啊，他说他要他过来，我说他那个人是有一点担心，所以梁湘就把我给骂了一下，就是说你这个小子，你懂什么？你这个，我不进医院，不进法院，我不会离开这个海南岛。没想到他老人家后来真的差一点进了法院，也当然进了医院，哎，到了医院的时候没办法这个治疗。但是那个时候，梁湘大过去的这个深圳的政要的人物里面，一位啊，就是周伟康。啊，周伟康的弟弟还是哥哥叫周伟军，周伟军就是厦门市的副市长，对，市长，后来市长，后来当了市长，那个时候应该跟这个习近平先生应该是认识的吧？应该不，他不是一个年代了，后面晚一点，很早期了啊，很早，周伟军是很早了，对，是80年代的时候了，另外一位大区的重要官员。就是我们的陈凯大哥，陈凯大哥就成为了海南日报的这个总编辑。那么1989年啊，那么这个陈凯大哥和梁湘这个省长，当时是省长啊，表现出了他们的对学生的同情，然后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梁湘后来被认为要开除这个党籍，而且受到了这个几乎是要差一点被审判了，对吧？后来这个
晚年非常的凄惨。哎，陈凯大哥很幸运啊，到了海外，而且到了海外他更幸运的是什么呢？一是从事新闻工作，对吧？啊，从一个当官的厅级干部江城呢，跟小弟和平一样靠写稿为生。不如你啊啊，所以今天真的是在海外有时候感觉到非常的幸运，能够跟陈凯大哥今天做这个节目，否则的话现在你就在海南岛那个哪个疗院里面 享受什么什么待遇的一个中宣部的什么什么干部，对吧？啊，那么冯承义教授啊，那就是长期攻击我啊，幸亏今天好像没攻击我，攻击了冯向平，对吧？啊，但是呢，我今天不介什么，就是旧仇还是怎么样，就是说要请你来上我的节目，就是因为你是海南人。你海南什么地方人？万宁，万宁人。啊，万宁，万宁，海南没几个县嘛？海南19个县市，19个县市，就是如果把三亚、海口都算进去的，嗯，当然是还有17个县。啊，对，我不知道你就海南，但是你至少对海南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否则的话你怎么现在还有点海南口音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来开侃，我们临时凑起来这个三个臭皮匠啊，我是臭皮匠，你们两位不是。OK， 所以我们先随便讲，就是海南这一次的这个要成为自由贸易区，这个并不奇怪，因为呢已经有很多自由贸易区了，对吧？但是没想到的是他要把整个海南岛变成自由贸易区。哎，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是有非常清晰的定义的，也就是说它要超过一般性的这个经济的特区，要超过一般性的 WTO 下的那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大家就给予了这个经济区的一些特别的想象。但是事实上在80年代建立海南特区的时候就有过很多的想象，因为认为海南要建一个海南特区就是要超越当时候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陈凯大哥当时也抱着这么一个理想或者幻想去了海南。所以你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你有什么感受？这个海南习近平在这个博鳌以后啊，这个宣布这个海南呢现在这个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啊，人们讲的就是将来变成一个大的赌场啊，一个更加开放自由港啊，自由贸易区。我的感觉呢就是他的现在的宣布啊，就是当年建海南初期的那个规划那个打算，他没有超出来啊，只是什么建赌场这一类就比过去可能讲的更走得更远一点了。那个时候海南的规划就是这个样子的，而后来有一系列问题大家知道，后来64啊，88年的建了海南省，89年就64了，那么这一切啊都撂下了啊，又回头了，那么海南就变成一般的省份来建设了。所以过去的自由港啊，什么更加特殊的政策啊，比深圳、珠海啊，什么厦门啊、汕头这些个特区啊，早期头更加特殊政策就一概的撂下了，就变成一般的一个省在建设了啊。那现在证明呢，一般的省的建设呢，海南呢除了旅游这一条啊有很突出的表现，因为它有个自然环境嘛，三亚啊这个东西旅游这个成为一个热点以外啊，其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长进，并没有太多长进。那个原来规划的杨浦开发区啊，那是自由港里的自由港，对啊，还是基本是原貌啊。所以现在他这种宣布我不觉得有什么新鲜啊，就是当初要做的事情已经耽误了20-30年了，没有做而已。就正如他在博鳌宣布的现在一系列的这个要开放这个开放那个，包括汽车啊什么的呀，也是当年进世贸的时候许诺承诺的东西嘛，他没有做嘛，他一样也不兑现嘛，现在逼到头上了都兑现了。至于习近平的动机是什么呢，我就这个就有点费猜测啊，查证一下没关系啊，要费猜测了，猜测一下没有关系啊。我是想他总之他当政这么多年啊，他虽然说没有不要搞终身制啊，实际上啊至少要他再干10年到15年啊，这个样他想做点大事情，做点大事情啊，雄安叫做啊，那是一个布局。对。
这里又是一个布局啊。雄安的布局啊，没有脱出这个杨浦啊，就是当时搞的杨浦啊，这样一个这种布局啊，还有天津的什么布局，就两任总书记搞的这两个这个开发区啊，这个布局，没有完全脱出来，他想在海南呢、啊，能够更加这个超出那种原来的这个叫做开发区这种对吧？从而为中国呢，是不是想寻求一条新的路啊？那我不知道啊。这个总之这个消息呢，第一我不觉得很惊奇啊，但是呢，他现在能宣布啊，这个有点费思量啊。当时呢，赵紫阳他们要搞海南大特区建设，大特区建设的时候呢，是想为海南的第一，海南贫穷落后的海南呢，找一条出路。非常富饶，他这个海南这个资源呢，各方面的自然条件比台湾强得多，是吗？啊，它只比台湾少一个县的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的县的面积啊，但是它整个的自然资源呢，我没有时间谈了，它比台湾要但是长期以来、啊。非常贫穷，非常落后，非常落后。那么赵紫阳当时要建这个海南啊大特区啊，是他提出来的构想，想为海南找个出路。而叫许家屯到海南做了调查，许家屯回头就提出要独立建省，实行比深圳的更特殊的政策。实际这个概念是早期跟赵紫阳跟许家屯呢合作提出来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想给海南找一个出路。另外，本身呢，改变海南的面貌啊，因为赵紫阳在这当过省委书记，他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在旧的体制下，没有任何办法能把海南呢，能够叫他给他一个富起来，或者是人民的生活好起来啊，或者没有任何办法。那么现在呢，他找到这样一个出路啊，这是一个。第二呢，他也想给全国做一个榜，因为毕竟深圳太小。对，珠海太小，他成功了以后呢，大面积的那种铺开会不会成功？一个省的范围会不会成功？我想赵紫阳他有这个想法。如果海南一个省的面积成了，那么全国其他29个省市都能够成功啊，可以大面的铺开，就这种一种战略的部署啊。至于现在习近平是不是也沿着这个思路走啊？我也不太看清楚。那你认为呢？其实你真的，我应该骂你。我不，因为呢，原来骂你是因为你支持习近平，我非得骂你。但这是你讲的时候，既然我是海南人，而且也是全世界少有的几个海南问题专家之一。哇，你是海南专家？是这个，你太你这里你搞媒体这么大，你们何总这么厉害，你居然不能了解所有的人、啊，居然对这个，我研究海南已经几十年了。啊，研究海南什么东西啊？我研究海南的政治经济啊，哦、经济学，我写过这个一本专著，就是。我先问你，那从经济的资源来讲。刚才陈先生说比这个台湾有些资源的好、嗯、是真的是这样吗、你也住过台湾 好多了因为海南的、这个、我就去了去你们那个牙龙湾当时没什么人你看天涯海角没几个人啊、文昌我也住了一段时间、除了文昌街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啊海南这个铁矿啊是富矿、不是就是直接炼钢直接炼钢了不用炼铁一直可以拿到这个上海能量非常大品位非常高、非常为什么没有量很大呢一直是放到武汉和上海，那个他一定要拿来把他们混起来，来炼高质量的钢铁，以前是一定要需要海南这个铁矿山。就是海南炼到这个武汉和上海就对对对是是对对，然后加上这个海南是一个中国图上，除了西双版纳之外，有这个热带洲资源，就是。油棕啊，这个咖啡啊，橡胶啊，那是战略资源，就是整个人口还有你要跟台湾比，就是海南是这个旅游资源的海滩离那个旅游资源在台湾怎么比啊？台湾没有像海南这样的那个亚龙湾啊，夏威夷要好很多，好很多。还有这个很多还没有开发出来的，在万年在临水，走近200米啊，走深200米还不没修。
就是那个沙滩，对，很平，我知道，很细的像面粉一样。我们当时去阳澄湾的时候，哦，这个你长大了，这个是肯定。80年的你长大了吧？我当然长大了。对，真的没几个人，所以那个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知道丰富到什么程度啊？你不能说有几个树就是跟台湾比，就刚才说这个矿场，这个热带作物资源。这个旅游资源，这个都台湾有，还有个海洋资源，就海洋业资源，海洋业资源，周围都是这个，就台湾没法比的，就是台湾刚才讲这个海南那么落后，所有罪孽都是我们的中共党国几十年对他的压迫防叛，因为当年的概念是加强防卫，巩固海南，海南是所有人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种谷子。来养当年的这个生产建设兵团，来支持这个城镇发展，就把海南彻底废了，包括海南的所有的这个矿物资源和这个热带作物资源都纯粹的提供原料，连它的橡胶都是过下水以后弄成原胶拿到广东，拿到上海去炼，连咖啡以前都不允许海南做咖啡厂。咖啡拿咖啡我知道，我这个也喝咖啡，咖啡也要拿，咖啡也但以前也拿到上海去，他就把它运走，但是一般人看起来国家拿打上鱼全部拿走的，全部拿走，要不一部分是直接中央拿走，我去海南陵水有一个陵水新村渔港，那很有名的一个渔港啊，在那里啊，竟然在渔民家里吃不到鱼，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就是他打上的鱼啊，全部国家拿走。你想吃到海南的鱼啊，它的渔港鱼啊，你得上船，上船跟他一起打鱼，打上以后就煮了。所以这个压迫剥削太厉害了。当时说，你讲是说许家群的讨论，那当时那个余光耀曾经有个想法，就把海南包给租起来，租下来，把整个租下来，后来没有谈成，因为阻力太大。这个很难。所以现在讲的是第二是这个沈老前辈讲的第二是开放海南，但当时的邵子阳真的想搞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把海南一个完整的一个实体，然后建立第二道海关，所有东西就把海南彻底切开来，那个地方就搞完全的资本主义，这是赵子阳最初的想法，就是以可以切开来嘛，它可以有防线好保护，它割了雷州半岛，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一个社会，因为它有工业有农村有，它不是一个镇一个城，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缩影，他想搞一个模型。但这个模型以88年建成，89年打下去了。那后来这个路子并没有断，其实到后面到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又重新开放，当时全国有很多口号要在中国再造香港。那海南的第一个就是把要模仿香港的这个自由港这个模式在海南扩大。后来还提出很多口号，包括我跟海南省政府的发展研究中心廖迅他们有很多合作，想偷运很多概念出来，不叫颠覆，就叫是按国际惯例办事，我们不叫搞资本主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就是做贸易做什么东西是完全模仿国际的条约国际的惯例，然后当时也搞一个叫做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社会，这概念就是让企业让社会长大，慢慢的淡化政府，因为当时很好玩的，海南这个省设了22个厅局级单位，然后没法跟中央40几个部委对接，就是弄下拿不到钱，最后后来搞你记得有个海南30条还是31条我都忘了，都说得失败，就是刚才陈兄说，是陈老江，他现在习近平是不是想重复这个故事，重续救援，我总在点上，我一直不看好习近平，总在点上，他总在点上，他根本更，因为现在他这种党国框架里头啊，海南更加不可能走那一步，因为他整个政治框架底下，想在共产党专政强化党权的基础上，再去在海南，所以你根本就不看好他，根本不看好他，所以也不是赌场，赌不了。他这个赌是给世界放风而已，包括他讲要。建立人类共同体征之类的，在我的脑袋里挂里面一听，就是这位老兄又想我们小时候我跟你一样读书的时候，要把红旗共产主义红旗杀遍全球，okay, 是这么个概念。但是我们知道，就是
80年代啊，就是7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现在世界上的一个强国啊，或者说中国共产党跟别的国家相比，它能够生存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发展成为它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力量。所以不管它政治上是多么的疯狂，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官员都知道，对吧？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支撑它这个政权的存在。所以你可以说在政治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那等已经完全淘汰固执的一种想法，但是他从现实来讲，他会不会追求海南作为中国的一个新的增长源？因为中国现在很多事情已经就是说基础建设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对吧？他怎么去寻求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你是改造国有企业，还是大幅度进行很多的开放？因为他们老是为什么会搞经济特区？他其实表面上是进行一个经济实力，实际上他是非常担心会撑垮他整个体制。所以在这种意义来讲，海南是他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经济增长源，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咱们先不去讨论政治的问题，政治功利的问题。我的想法一直这个样子，他分不开，就是他如果他要做分不开做托西做经济增长源，赵紫阳的想法是很踏实的，他是其实老老实实的要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过来，以海南人做一个榜样，就这样做。但现在在习近平这个框架里头，就是你要在海南我们讲的特区新的条例，其实就是要模仿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些规则，按照那个规则，你是自由港什么港什么港，放开什么，这是所有东西，其实就是你如果是踏实的人的话，那你就承认资本主义这个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你把它那个制度把它搬过来。可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它下又是跟整个政治法律框架连在一块的，也是我们说现代社会的话必须有一个法治社会，必须是这个信政的一个框架，保证它这个产权受到基本的就是基础制度。我知道你的逻辑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按照你的逻辑，你在1989年的时候，你有没有预计到在中共内等就是说60大屠杀以后，国际社会都制裁他，整个民心已经丧失，对不对？党心也动摇啊，大家都是基于等基本的良知，不认为这个政权可以延续下去。结果89年以后他并没有进行法治，对吧？也没有走向民主，但是他的经济就在没有法治和没有民主的基础之上反而高速的增长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北京模式，就是不要法治不要民主，然后他发展了经济。我不赞同，但是话很长，这个你要跟我做另外一个节目，我跟你周周我的这个解释框架。你不要跟我辩论，因为这不是我的观点。我不是，但是我要解释这个框架里，看这个解释模式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讲的话呢，就中国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是非常浓厚的，就是共产党在1980年代。一旦放开，因为我们中国以前那么穷，海南那么穷，就是党国专制把这个中国的创造力给压制了。如果改革开放，其实就稍微顶，稍微松点缝，然后中国人这个创造财富的这个欲望和能量就爆发出来，刚好有到一个全球化，这个资源转移，资金技术转过来，它是一个洼地，然后它现在变成世界工厂，它这么过程。可到了现在呢，习近平遇到了大问题。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他不尽力，就是这个杨少海所讲的，他不尽力一些基础制度，他也不去真正的有能力创造那个核心技术，所以全部是山寨偷过来来用，偷，所以他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发展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不是党的功劳，而是党放手。让老百姓让我们的家乡父老来创造财富，它就创造出来了。可到现在变成碰撞，就这个社会和经济都要求冲破牢笼，冲破党国专制这个牢笼，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制度，来去让这个市场经济这个正常发展起来。那么你现在回到中国这个私有经济是哀鸿遍野，在倒闭或者 找不到发展的机会，就是他已经碰到这个天花板。我知道，所以我为什么我对他不看好呢？如果海南你如果没有拿掉这些框架，这个政治法律框架，海南这个资本主义搞不起来，就是真正落实产权，真正这个比如说土地私有化，比如这个让这个中国真正的资本家们，有本事的资本家们来掌控经济命脉，
哦，不是像现在一样，中国的整个经济框架。我非常明白你的意思，那是在理性的讨论来讲，当然是这样的。而且中国的经济确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它缺乏了创新能力。缺乏创新能力，这不是个很抽象的几个字啊，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也就是你经济发展确定缺乏真正的增长源，缺乏真正的内核的价值。美国它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的强国，或者是政治上的强国，它更重要的是创新精神。哎，创新精神是有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保障，知识产权才能大家会有一点持续的这个创新能力。但是，在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之下，海南会不会成为中国现在经济热钱流向的一个地方、赌博的一个地方、嫖妓的一个地方、乱来的一个地方，对吧？就像深圳的早期，它就出现过很多的乱象嘛。因为你要讲，不管海毛北毛。对不对？反正你怎么去解释的可以，对不对？不可摸得石头过河，你怎么解释的可以？反正过一段时间我抓一批人，让你搞错了，你犯罪了。但是我整治在那个阶段呢，会建立某一等，就是表象上至少在比较蓬勃的局面，有没有可能？对吧？我给这个机会给生老讲解讲解。我这个这你提这个问题倒是可以思考的。嗯，现在中国的经济啊。他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按我的说法就打回原形。六四以后的经济增长，这个所谓中国的经济奇迹，每年80%、88%、89%的这种增长啊，靠的什么啊？基本是靠两条。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对外贸易，跟美国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还有加上欧洲一年至少5000亿以上的贸易逆差啊。这个钱呢是钻了这个美国帮助他加入世贸，对，给了他最惠国待遇，对啊，而对他西方世界对他失去了警惕，对，他就钻了这个空子，各国的自由贸易的空子，打廉价商品呢打进来啊，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了，而他自己筑起一个关税壁垒啊，那每年赚了大约5000亿在世界、赚的贸易逆差，这是一个的，他这一部分的这个。外贸的经济占它的总量20%以上，很厉害吧？第二就是土地财政，就卖地，国家卖地了，这个发展房地产呢，这个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它主要是靠这两条。因此，现在中国的这几十年建立的整个这个体系呢，一个是房地产体系，第二个就是外贸体系，它是畸形的，没有很好的科研跟制造业，没有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他一发难，我就说啊，他很快就会断掉这个5000亿的贸易逆差啊，房地产也面临泡沫那么这个结果的是什么呢？就打回原形。打回原形呢，他必须探讨一个中国未来的路子啊。我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有这种战略眼光啊，因此他希望通过海南呢、就是你讲的经济园，开辟一个新经济园，让海南的试验成功，中国啊探索一个重新的叫做融入世界大的经济的这个路子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有这种可能，我倒对习近平啊对他表示佩服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只是迫于无奈做一个什么姿态啊，表示自己是什么呢，那就另一回事了。但是客观情况是造成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未来呢，他这个海南就冯教授讲的，他会失败的。他会失败的，因为他现在的体制啊是极端冲突，深圳就跟现在的体制啊，跟现在体制集权体制极端冲突，导致深圳的失败。你不能说深圳成功啊，深圳是个失败的特区啊。嗯啊，从特区来讲，你可以跟原来的预期有对它很大的不同，但是呢，深圳已经成为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工业发展的基地。早期它。就是叫做开了一个窗口啊，给全国吹的这个一阵那个西方的这个风啊，说是苍蝇也进来了，不要紧，再把它打死了，起了这个作用。到后来他把二线撤掉，现在变成1000多万人口大城市，只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而已。他这个城市可能有自己发展的特点，科技呢会很发达，像那个什么什么腾讯的什么几个大的公司在那里。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并没有跟其他城市有太大的区别，变成一个城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虽然中国的政策进行了倾斜，资金进行了倾斜，人才进行了倾斜，
但是海啊，这个深圳的发展只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并没有像最开始一样的侵犯中国，就让其他的地方学习它。没错，它并没有独特的政治经验、管理经验都没有。曾经有过这种想法，都夭折了的。你比如说深圳在晚期的时候啊，梁湘他们在最后期啊，是不想把香港的一系列的整个的这个体制啊，包括的法治啊概念呢、啊，全部引进来，已经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但是后来夭折了。你看，我们都是有一个电影叫《改革十年》，还是深圳十年算了啊？有你的这个形象在里面，也有我的形象啊啊！有吗？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最开始的土地拍卖，在深圳西边，我不知道你去了没有啊？对，我都在。最开始的房改，对我都在。最开始的中国的民间历史事务所，我有时候进来一下中国很牛的历史跑过来，我也讲到民间历史事务所，我们早期是最开始了解和参与的。中国房地产改革是最开始参与的，我的房子两房一厅，当时只要1万人民币啊，1万人民币啊，因为大部分都是单位给你补助啊。对对对，我也属于开放牛啊，是是，开放牛。但是这些事情到了后来，深圳确，你刚才一句话就点到了点子上，就是深圳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个城市它并没有真正的特殊性，它只是资金跟香港，然后这个人才的一个流动，但是他们已经没办法说啊，像让这个海尔滨也学习深圳，学不现会了，对对对，因为他没有特别的经验。是是，就刚才讲的，将来海南呢也可能走上这条路子，就是冯教授说的会失败，就这个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他敌不过，最后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岛子而已，并没有太多借鉴。哎，但是你富裕，对于海南人民也不错。那当然也好，当然也好。在这种富里头，就是怎么去定义它？就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当年90年代，哪怕是89镇压之后，90年代还有中国很多地方都喊再造香港这个概念。对对。你看这些几十年过来以后，他要把香港也变成中国内陆的一个城市，把它去香港化，把这个原来的这个你的公司、你的企业在你们的书店在香港活动都不那么灵光了，这个市场现在越来越萎缩，就这个概念，就是他现在连香港已经很现成的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大都会，他去把他的一些政治法律上的制度滋生给剥离掉，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香港现成的它都毁掉，它这时候如果你用这样一个眼光框架去理解海南，它不是说可以让海南在这种框架底下，可以再让海南变成那个资本主义的一个海南。你的意思是说没什么戏，但是会不会有一些乱象出来？有时候乱象是给经济发展最好的温床啊，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不没有习近平，如果现在是这个江泽民掌权，孟晨发大财，那个乱象会出来。如果像胡锦涛。No torment， 不得躺，不得躺，就你们可能是你想去这个温家宝的扶持价值，那东西发财都好事嘛，就你就当去做去，那有可能做出来。可是像习近平现在这种党权控制一切、个人专制弄到一切情况底下，还有现在整体官员系统的怠政，就是现在他的整个这个态势。它不是一个像以前80年代你在国内之后那种改革开放创新的那种态势，它现在态势它是要收权，这个集会它党集会我明白你的意思，咱们再别批这个习近平了啊，咱们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毕竟这个习近平的自由贸易区啊，跟你李克强原来国务院的所开辟的12个自由贸易区有很大不同，因为它叫习近平。习近平就跟当年的邓小平一样的啊，你可以假借这个名义乱来，对不对？所以海南不管我们看不看好它，在短期来之间，它的房地产已经暴涨，它会发展，对吧？很多人前阵子想办法要不要吃啊，对不对？你看自由贸易区的这个定义怎么样啊？你看至少陈大哥，你记得吗？我们在深圳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看到香港、台湾的报纸，普通的机关都可以看到，对不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机关的这些官员已经可以实行言论自由了，当然所谓你啊，就是可以接受到言论自由的信息了。香港电视台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报纸你肯定可以看到嘛，你办公室都有嘛。嗯。我们到了下午，香港不是《文汇报》《大公报》啊，对，《东方日报》、东方啊，《明报》啊，全部都可以来啊，还有《天天日报》、跨报多得很。对。那么海南自由贸易区会不会实行比如说网络开放，对吧？你想象得到吗？他说他把那个防火墙给拆了。
就海南可以看你的明镜直接上网。对呀、啊，我就在想你这个不可能，你想的太美了。如果那种东西它就有希望了。如果、就是、如果你光说房地产，将来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状况，要不它对体制产生很大冲击，对，要不就在现有的体制啊把它窒息了。嗯啊，慢慢窒息也变成一般的一个。他现在就是啊，现在你要说那个旅游地方，它热带岛屿风光很好，你现在都用不着说房地产，你不要说做别的政策，你如果都放开，现在东北的那些老大妈老奶奶，很多人就去海南去买房子，全国十几亿人呢。你这么个小岛把它房地产弄起来，就搞我们搞的属于这个省政化或者城市化过程，他这个钱他可以做一个洼地留起来，这不是问题。可是他如果说他要做一个我讲的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区，也就是用换个实讲，就是个资本主义的海滩。但是有没有一点金钱的希望，挣生意能不能挣钱？就习近平的想法，我不提他，就是这党国的想法，就是说我的制度不变，但是企业要给我赚钱，下面的子民我当皇上了，子民要给我发财啊、你要支持我，包括现在搞混改，你这个企业你要加进来，我要做大做强，我们国企怎么做法呢？那这个国企有没有活力？你这些老板，你不是发了财吗？你要把钱把它输进来，也教那个国企怎么做，能够发财，那就好了。这是很好的梦。就是他这种不，咱们简单的说，你们两位认为在未来几年之内，海南的经济是不是比过去20年会有一个非常高速的奇迹出现？会有发展，但是呢，也会造成很多问题。这个发展呢，未必是很健康的、很正常的，会有畸形发展。你们现在马上就房地产热了，又来了，对不对啊？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到底是怎么样呢？我想啊，就是如果说共产党他总是幻想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搞出很多跟这个西方的接轨的东西，最后的结果发现搞出的东西生出的孩子不是我的基因，他就会把他扼杀死。嗯 ，OK 啊，我连他这种想法都你还更悲观，我更悲观，就是说你说那个经济发展，你的意思经济的不是畸形发展了没有啊？都没有，因为他现在海南的支柱产业啊，他搞来搞去，前些年他叫做旅游岛，就把这个产业选了那么久，最后选定做旅游。对，那现在这个支柱产业弄起来，当然说你做旅游，当然是开发一些旅游点，然后再多进一些酒店。对，交通也就是有这个样子了。你再发展，你就再堆那个 GDP， 已经没地方好堆。就是现在这个，你觉得如果开放赌场然后再更多的政策的倾斜，难道不会产生一点热情往里面走吗？你想想看，在现在这种情况底下，反腐这个八项规定，你这个赌什么弄得起来呢？什么赌法？你不想死啊？也是这个国内那个框里头啊，不，不一定是中国人民赌啊，也会要亚洲人民赌啊，对不对？你像新加坡一样的，新加坡的赌场，你是本国的人不能进去的，对不对？那你别的国家可以啊。你敢到海南赌吗？不是，我意思是别国家的，我不会赌，美国有赌城，我也不会赌。但他要去的话，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会到越南去赌，他会到这个澳门去赌，那更安全的地方赌，因为要生命财产安全。就海南，我就讲的法律政治框架没有改变底下，在海南没有更好的吸引力和增长点，就是它的支柱产业也不会有更大改变。那么你现在说房地产，就是你放开以后，像又一大堆这公子哥们在那里抢地，其实很多地已经被都划完了，就是海滩的地，当年像这个中信他们一块钱一亩地啊。把很多海滩全部划完，不是我老家那个地方那个三清湾一大片全部都划下去了，其实都名花有主，就现在已经不是像以前说那个是就体制共产党抢进来以后，它就变成无主之地，就是原来零地价没有地价的，现在一下子把它翻起来发大财，但现在它已经也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想法，好的经歪嘴和尚一念呢，他就变不是那么回事了。将来的海南的发展呢，奇形怪状，不会是按照习近平原来那个想象或者我们那个良好愿望。他的想象本来就很奇形怪状。OK， 我们回过头，我好像万物的也找到一个根源了。OK， 今天啊，本来是非常的
巧合碰到两位这个海南人啊，我也算半个海南人吧。对啊，我们来谈谈海南，但是因为时间太有限，不过你现在是少有的几位海南专家，所以我经常可以联系跟你，对吧？六七月份我还就会拜访这个陈凯大哥，要跟陈凯大哥做一个这个节目，要更多的谈海南，因为海南的故事还刚刚开始。我等着这个机会。OK， 好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实在是有限啊，这个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但是故事。才开始，刚刚开始。对，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陈凯大哥，谢谢冯教授。OK， 谢谢。